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护法，诸位大德，大家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这一次借这个共修这个因缘再一次再跟大家来互相鼓励互相的提醒。念佛是一种很好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念佛不但能够将来帮助我们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也能够帮助我们将来成佛就如同《观无量寿佛经》所讲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但是这个佛号这个呢，佛号呢，能不能念得好，那就看自己的心了。不能三心两意来念这句名号，要专心，要诚心，你才能够跟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相应。所以很多人说阿弥陀佛有多大的功德，你就有多大的功德。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好处。还有人说，师父，这个念佛能不能得阿弥陀佛的加持？你要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用什么方法呢？没有别的，念他的名号。你念他的名号等于你跟阿弥陀佛接上应。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这种事情。那么今天呢，默雪呢，再借这个因缘这个共修来给大家讲一讲一些事情。最近我在这个很多地方遇到一些同修，遇到很多同修。提出一些问题，他说：“师傅，这个我们一般做生死系念我像我们西澳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生死系念大法会，在这个生死系念法会当中回向给我们的历代祖先我们过往的父母我们的累劫的姻亲债主，或者我们的这些家亲眷属，或者回向给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大灾化小，小灾化无，或者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真的能够得到利益吗？这个很多人最近我常常遇到的，还有一些，甚至有人说，师父，我在家里诵经，或者诵《地藏经》《无量寿经》听人家说是不可以回向的，甚至有人说我们佛法所讲的回向是不是迷信种种的问题呢，这些我今天就借这个短短的时间，
来给大家说明一下，让大家以后啊，无论你在哪里，在诵经也好，念佛也罢，或者你在参加无论哪一个法会，或者我们协会在办这个三十系念，或者我们今天共修最后会做一个回向的总结，那让我们大家能够产生了这种的信心，那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能够明白这个回向的重要性，是一个非常的重那问题呀、啊，请问师傅，这个回向给这些亡灵啊，这些过往的父母啊，累劫的冤亲债主，我们的历代祖先。真的，他们能够得到利益呢？在这个因缘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啊，那有一次呢，佛陀啊要举办这个大法会，要举办这个大法会，隔天要办这个大法会，那今天的下午呢，晚上，佛陀啊在树下打坐，在打坐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来了500的恶鬼，这500恶鬼呢，就来给佛陀啊诉苦，而且啊，一般诉苦一般的哭哦。所以大家要小心哦，这一生得人生呐、啊，下一辈子能够得人生也不一定啊，千万呢、啊、不要堕在三恶道。那当然，说当然真的很辛苦了。那这500恶鬼呢，来找这个佛陀，一般诉苦，一般哭。佛陀就问这个500恶鬼啊，你们为什么会哭啊？啊，是什么样的烦恼让你这么难过啊？这么一直在哭呢？这500恶鬼呢，就告诉佛陀啊，说佛陀啊，我们每一天呢、啊，活得很辛苦，啊，没得吃，而且每一天呢、啊，整个身上啊，天天被这个火啊在烧，所以整个人呢、啊，都很痛苦啊。请佛陀呢，能不能啊，在明天这个大法会当中啊，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回向？为什么呢？因为明天这个大法会里面呢、啊，这500鬼的这些的子孙呢、啊，有500个人啊，他们会来参与这个活动，他们会来参与这个大法会，所以佛陀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子孙？啊，这个法会结束，能不能回向给我们？希望我们早日解脱，离苦得乐，因为我们真的太苦了啊，苦不堪言呐。所以呢，祈求佛陀能不能帮助我们？那佛陀慈悲啊，佛陀是大慈大悲，当然会帮忙啊。然后呢，佛陀就答应了这些500恶鬼，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明天大法会的时候啊，你们一定要来参与这个法会。但是这些500恶鬼啊，就告诉佛陀，如果我们500来参与这个大法会呢，那我们的子孙呢、啊，来参与这个大会呢，能不能会害怕呢？看到我们这样的形状啊，而且我们这个恶鬼像啊。我相信大家看到了都还害怕的，那不要说他们，可能我们自己看到也会害怕嘛。所以这个啊，这500恶鬼呢，就答应佛陀啊，就告诉佛陀，好，那明天我来参加这个活动。那隔天呢，明天开始啊，这个佛陀啊，跟他的弟子啊，就开始诵经啊。
念咒啊，来做这个法会。那做这个法会结束，之后呢，这个佛陀啊，要做一个总结的回向。还没回向之前呢，佛陀啊就告诉这502鬼啊，你们现在可以现身了，可以现身了。啊，当这个502鬼现身的时候呢，没想到啊，这些参与这个大法会啊当中啊，包括他们的子孙啊，看到这个恶鬼像啊，大家都想要跑。哦，后来呢，佛陀就告诉他们。而且告诉他们子孙，你们不要害怕，也不用跑。为什么？因为这些恶鬼就是你的祖先，你的去世的父母，就是你过往的父母，现在他们来求超度。那应当今天我们把这个大会呢，把这个法会当中，哎，赶紧来做一个回向。然后呢，佛陀讲完了，大家也心定下来呀、啊，大家也好好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呢，佛陀啊就领众大众来回向，啊，像我们常常啊领众大众啊这个回向啊，愿你此功德啊，啊这个上报四重恩呐、啊，下济三途苦啊，若有见闻者啊，悉发菩提心。那佛陀呢就领众这个大众啊来做这个一起回向，怎么回向呢？佛陀就告诉大家，回向什么？七世父母、历代祖先、啊，往生父母，然后最后啊，冤亲债主。最后佛陀就讲了一句：“离苦升天。”当佛陀呢讲到离苦升天的时候啊，这502鬼呢就飞到天空了。飞到天空做什么呢？现这个天神的像给大家看。当他们念这个回向观的时候呢，哎，这502鬼呀、啊、就飞到天空了，而且飞到天空呢，现这个天神像，然后呢，合掌向佛陀顶礼，就离开了。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从这个故事里面呢，可以来启发，来告诉我们，佛陀为什么告诉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善事，小善也好，大善也罢，无论我们念什么佛，念什么经，记得到最后，我们一定要通通回向，回向哪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希望一切众生，包括我们的七世父母，包括我们的历代祖先，包括我们的过往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家亲眷属，通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蒙阿弥陀佛的加持。为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没事。无论做什么样的功课，要记得你要回向。为什么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像啊，做一个比如啊，我们把我们这个一杯小水，一杯水，你把这个水呢倒到这个海，然后海水上面呢，无论这个海有多大，你整个这一杯水里面，它都融入这个海水了。你说这个功德有多大呢？很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记得，很多人呢、啊、常常会用疑心、怀疑啊，我今天念经，我真的能够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希望以后临终的时候不要来障碍我，他真的能够得到吗？只要你真诚心去回向，他都能够来得到这样的功德。比如说，我要回向，我念《地藏经》《无量寿经》，我要回向给我的父母，希望我的父母能够身体健康，希望他将来能够有这个机缘学到佛法，希望他们能够将来能够念佛，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有一天跟我们同生极乐国。你用这种真诚心
他们都能够得到利益的。比如说，我今天诵经，无论诵什么经，地藏经、无量寿经也好，我今天要回向给我过去啊，这些我曾经啊，可能不小心啊，因为我的愚痴啊，来得罪他，来伤害他。哎，我今天学了佛了，我来忏悔，我把这个忏悔的功德，我来回向，他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啊。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记得在佛法里面的回向，最主要的不但回向别人，也能够回向自己。为什么？自他不二啊！哦，所以很多事情，很多一些因缘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在这个学佛当中，我们常常遇到的事情。太多了，过去生得罪的人太多了，啊，经过我们的口业伤害到别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天天为什么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的意思就是回所修的功德，把这些功德念佛的功德赶紧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将来不要作为我们变成我们的障碍。所以今天佛陀做这个。故事里面呢，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回向的功德意义很大。所以天天，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念佛要念多少声，你要赶紧回向。回向谁呢？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上报四重恩是谁？都是对于我们有恩的人。我们有恩的人是谁？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老师，对于这些众生，我们在这个地球里面，通通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希望这个世界，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在这个回向当中能够离苦得乐，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大灾化小，小灾化无，用你那个心，把那个菩提心能够发出来。什么叫做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就是告诉我们，回向都是给我们的这些冤亲债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冤亲债主的，什么时候来？那看自己的福报。哦，当你运气开始衰了，冤亲债主就找上门了。冤亲债主找上门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很难化解的。哦，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我们过去生中，我们犯了什么过失，造了什么业，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希望我们这些过去生或者今生所造的业，我们呢，赶紧用这个回向的力量，什么力量呢？改过自新。哦，改过自新，然后呢，真正来回向。希望啊，今天经过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依佛法处事待人接物。所以啊，佛陀啊，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跟人家相处，话少说，多念一句佛，没事。我们今天为什么生活很多事？我们今天生活为什么很多烦恼？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嘴巴。控制不了啊，话讲的太多了，结果呢，得罪了别人，别人一得罪了，会产生的嗔恚，嗔恚心一起来，那对我们已经不利了啦。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啊，要记得，在这个人生当中，啊，我们无常什么时候来？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啊，好好供供，好好念佛，好好改过自新，把所修的功德，什么功德呢？就是你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样的功德，来做一个回向，希望一切众生或者我们的过往的父母、我们的累积冤亲债主，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他们能够得弥陀的加持，也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临终的时候没有障碍，顺顺利利，将来时间到了，哎，亲近阿弥陀佛比什么更重要，所以回向很重要。无论做什么功课，我们一定要回向的。啊，像过去好像在雪梨，雪梨啊有一位居士，这个居士呢。他会通灵啊，他会看到这个众生的。啊，有一天呢，他在这个晚上啊，在客厅，在这个客厅在坐椅子，在坐一下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啊，突然间呢，他看到一个众生啊，他会这个通这个墙壁啊，他这个从墙壁走过去的，哦。他看到这个众生从这个墙壁走过去，然后这个众生呢来找他，祈求什么？祈求呢？求回向。回向什么呢？因为刚好啊，雪梨净宗学会啊有举办这个三十七年，因为隔天要办这个三十七年，他来跟这个居士呢求超度，希望啊。把这个三十七年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呢，把他的名字啊留下啊，告诉这个居士啊，我姓什么，我的名字叫什么啊，这个，然后隔天呢，这位居士啊，这个法会当中啊，他进入这个佛堂的时候呢，哎，看到这个众生昨天来找他的，跪在这个地藏殿啊，跪在那边哭，噼里啪啦在哭。为什么呢？说明什么？说明真的他们很需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做三十七年没有别的，真的名扬两地，希望不但我们自己能够觉悟，经过这个回向，也能够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希望他们能够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将来成佛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用这个回向的心态来发起我们的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就是教我们要觉悟，赶紧觉悟，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啊，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啊，要记得，要记得，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功课啊，每一天晚上也好啊，或者。在你哪一天有缘啊，诵经啊，念佛啊，念咒啊，记得要通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刚才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没有别的，就是祈求弥陀加持，我们将来同生极乐，将来同样成佛，普度众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希望。啊，在这个回向当中，你要发这个心，这个佛陀这个故事啊，也为我们启发，今天我们无论参加哪一种法会，三十七念也好啊，或者什么这个蒙山呐，或者梁皇宝忏呐，种种的了，无论我们参加什么样的法会，念什么样的经，真的。要记得要回向，回向怎么回向呢？回向给我们的七世父母，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回向给我们往生的父母，回向给谁呢？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希望得到弥陀的加持，离苦升天。这个升天的意思啊，就是离苦得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回向，真的，只要你那个心，用那个心来回向，大小他们都能够得到利益。他们得到利益了，将来第一个就是来感恩你们，来感谢你们。如果今天他们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等于帮助一个众生去成佛了，将来成佛。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想一想，你这个功德有多大呢？
你这个功德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有发过愿了，一切众生得生净土，没有一个众生不成佛的道理啊。所以今天啊，来鼓励大家啊，也提醒大家，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些同修啊，问这些问题啊，我们做法会啊，写这个名字啊。啊，给我们的祖先呐、啊，给我们的父母啊，给我们过往的父母啊，消灾免寿啊，或者种种的，真的有得到利益呢？确实真的有得到利益的，这个我们不要怀疑啊，因为佛陀已经自己亲自做给我们看一个样子了。不但我们佛陀，我们也常常看到、听到的啊，这些做善事信念的这些众生啊，啊，烟飞软动的。得到利益的也很多啊，也非常多呀。啊，像悟行法师讲的，在法国啊，啊，有人呢、啊，这些通灵啊，会看到他说啊，这些鸡啊、猪啊被杀的这些啊，啊，因为啊，有人呢、啊、为他们立牌位啊，来回向，结果呢，看到他们呢、啊，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回向的功德的力量。哦，所以记得啊，如果有人啊来问我们啊，真的有这个利益呢，你要跟他讲，确实有这样的利益，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无论我们每一年在做这个善事信念，你要鼓励他们，要一起来做，一起来参与，把这个法会当中通通回向，你说呢？所以啊，阴阳两利不仅仅。自己得利益，众生他人也得利益啊！啊，今天呢，啊，我就简单呢，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回向的这个真实的利益啊，给大家说明。呀，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呀，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祝大家老实念佛。啊，要老实念佛，最重要在念佛当中，心要专，不要胡思乱想，眼睛要闭下来，啊，不要东张西望，哦 啊，你要把这些名号，啊，一句一句啊，念得清楚，啊，听得清楚，这样念佛呢，你才能够啊，有得利益，什么利益呢？心才能够定下来，啊，心一定啊，你的看，你的智慧就开了，智慧开了，你的人生就比任何一个人都是很快乐、很自在的。这个就是念佛的利益啊，所以希望大家记得，念佛要用心来念，啊，不要用你的口来念，用口念弥陀。你跟阿弥陀佛不能相应，但是如果你用你的心来念佛，你才能够跟弥陀相应，而且跟弥陀相应，第一得到的就是得弥陀佛光照，就是得阿弥陀佛的光明的照。这个就是弥陀经所讲的，得弥陀的光明主身，魔不能犯啊。就是说，当你得到弥陀的加持。这些妖魔鬼怪种种的这些的障碍就能够化解，为什么？因为弥陀的光明啊，弥陀的智慧呀，弥陀的慈悲，弥陀的愿力，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功德。佛有多大的功德，你念佛就有多大的功德；佛有多大的光明，你念这句名号就有多大的光明。好，这个今天呢，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那下一次啊，有缘再一次给大家这个分享，谢谢大家，祝大家老实念佛，祝大家身体健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谢佛。法师慈悲开示。